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，现在中午12点，上海同乡会会长沈军把上海大爷7天的房租放在了金山电脑那里，现在过去拿房租，给大爷交房租去。现在来到华人社区法拉盛缅街的金山电脑，进去拿房租，280块钱，过来给上海大爷交房租7天的。大家听这个门铃声音，好恐怖。跟着别人进来吧，谢谢。好，等电梯上4楼。好，出电梯了，不知道房东在不在。给大爷交房租。我说他陪人，我说要慢点过去。你们他没想到我太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啊。同乡会会长沈俊已经让我把钱给房东了。好，大爷慢一点哈，不着急。刚才去交房租的时候，上海大爷还在房间里面休息，那我叫他呢一会儿也到金山电脑去领他的生活费，一共是7天84块钱。上海同乡会会长沈俊把大爷的生活费也亲自放在这里的。7天的时间，到27号的280，刚才我们已经交到房东那边去了哈，然后现在把他的生活费先给他，好吗？嗯。三个人在这里等你，哎，怎么站到这边来？站到这，今天有太阳。现在金山把生活费，没错，84拿给上海大爷，让他签个字，数一下。哎呀，给数什么？我代表沈军的意思，就是上海同乡会的意思，4到5月份上海允许走的情况下，我们可能会帮你去找一个这一两个月能够，就房租大概几百块钱的房租。因为要考虑到一个5月份的事情，好吧，还要买机票的事情，所以如果同意的话，我就按跟沈局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帮你找。没有弄记住，没有弄，没问题，弄不好也没有关系。我们这些事情都帮你安排好了，你心情是不是马上想回家，还是想继续留？就是我想问的问题。可以。可以就想回家是不是？嗯、好。我穿了这些年是不是还急什么？什么？那报纸说不是走了吗？11号走吗？没讲。没有，没讲，没有谁哪个报纸登了？没讲。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会公布出去的，没有。你是上海人呐、啊？哦，不是。哪里人？哦，不是，我福建的啊。福建。给他过一床被子。给的被，还有别的东西吧？他都忘了，他说。我不能帮你忘了，现在是帮我忘了。他哪里？我的老远都看到你了，都说你老。一直到8月份，机票都这么贵。你是什么部门的？法拉盛大联盟。大联盟啊，对，你是盟长了呗？啊，没有，就叫法拉盛。叫教主。你就是现在回上海，这个生活问题能不能解决呀、啊？在上海有问题、啊。有。在上海生，上海长大。知道你有房子有收入吗？哎，那也是不担心的。你得努力啊，自己啊！那是热心群众。你这个联盟，我们社区的事情，做社区的事情。比如说吧，缅街为什么堵车，知道不？因为这个大停车场呢，都盖楼了。对，是没错，那个车找不着停车场，都在马路上溜。这个里边吧，就有猫腻。当然了，这我开发商对议员决策者对。应该查一查，老板在这居住的老百姓对受益，对个别人个人受益。况且去年开始这边又进私家车进来，车真的是没地方走。现在特别是老人家啊，看医生。疫情之前那个就是我们私家车进来的时候，那黄金商场的人流量，10几20年前那里的人流量远远比这边多。现在的人流量进车不能进来，一进来就要被吃罚单。曾经跟警察干过仗，知道不？警察罚过我，包括我这块儿，我给警察幺零九，就是我报也上，我就咬着他吧，这块儿警察赔我2万块钱。一切顺利啊，金山。对呀、啊，把这事情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做好吧、啊。希望一切顺利哈、啊，顺心风。